变美的方式从不是七月十四，对，没错。好，我们那个欢迎我们的台湾线王张光正医生。对，那今天呢，主题就是我这么年轻就有法令纹，比同年龄还要显老好几岁耶，太吃亏啦！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非常棒，因为我也有。来，那我们没关系，我们阿哥，你下一个礼拜我就要帮你处理了。对，太好了，希望可以解决这个法令纹的问题。一定可以。对，那我们今天那个来call，就是讲一下call in的问题，就是大家欢迎观众们呢、粉丝们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们都可以来call in进来哦。那call in进来的话，就是输入我们的 LINE 或 WeChat renew clean C6 对不对？RENEWCLINIC6 都可以，就是一样都可以留言，我们医师有空的话都会拨空来回复大家问题，然后今天也可以 call in 进来，欢迎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量发问哦。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来，我们要让医师来讲解，我们题目是我年轻时就有法令纹，一直填玻尿酸，最近发现补了还是没有改善，是因为玻尿酸使用太频繁吗？哦，真的现在超多人问这个问题的，真的。哦，但是在讲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其实法令纹哦，它跟我们脸上所有的纹路一样，所以它脸上所有的纹路形成，大家一定听我常常在讲，一定是三个原因综合的。对。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凹陷，或者是流失。嗯，那凹陷有可能是因为本来，比如说，我们以法令纹为例，本来比如说它这个骨头这个地方会特别凹，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特别凹？有些人是因为颧骨太凸，那有些人是因为哦上颚骨，不是牙齿哦，是上颚骨哦，这跟龅牙没有关系，很多人都以为上颚骨凸就一定是龅牙，没有，是上颚骨太凸，然后或者是颧骨这里太凸，然后就可能这里太凹。OK， 所以第一种状况是有可能这个是凹陷，那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是因为时间久了以后还有一些流失，这些组织流失，好，那所以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原因，好，所有脸上所有纹路形成都有可能是因为流失或是凹陷，好，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肌肉，比如说肌肉去拉扯，笑的时候肌肉拉扯啊，人家皱眉抬头肌肉去拉扯啊，这种造成的纹路，它一般是一种这个动态的纹路。那第三个呢，是因为下垂，比如说我们苹果肌下垂导致的这个法令纹，我们在细看里面一些常常，我应该是属于这种，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有点下垂。对，那但是其实一般每个人这三个原因都有一些，只是看你的比重。坦白说，像我们以咪咪来看的话，对，它这个苹果肌这个地方当然有一点掉下来，好，但是这一块这个地方也有点凹，所以因为我们看哈、哦，它上面这个骨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点比较凸的。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好像这个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通常东南沿海这一区，福建、广东、香港、澳门这些都是一样的哈。那这个都会有很多女生这个地方是比较凸的，北方比较不会。哦，所以我们东方的女生就是东南的、对，东南，所以很多这个地方比较凸，然后就导致比较凹。从侧面看，就是稍微有点微微凸。哦，有点像鱼的，这样有点夸张。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有些人在问说，这个去弄牙齿有没有效？应该会有一点点改善，对不对？还是其实完全没有，真的哦。那就会很多人有一些迷思，是很多人以为说，我这个比较凸，我去弄牙齿，那个法令纹会改善。事实上，很多人弄完牙齿以后。我们去弄牙齿的目的是让牙齿整齐，或是改善龅牙。但是很多人弄完以后，反而法令纹变更深了。这种因为去做这个矫正牙齿，导致法令纹更深的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反而会让法令纹更深，而不是。是因为它少了一些支撑，所以让这个凹陷感更厉害。所以第一种是这种凹陷。那再来，
我们刚刚提到说下垂，下垂通常、哦、就像这一块，这一块下垂、嗯，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苹果肌？对，好、哦，你看到这里是眼眶周围，好、哦，泪沟以下这一个三角区都是苹果肌。嗯，苹果肌又被猫咪我们本身分成外上跟内下。嗯，那常常在内下这个地方的苹果肌，如果有一些下垂的话，好、哦，苹果肌有分这两个部分哦，外上的苹果肌是一般是比较不会下垂的，内下是比较会的。嗯，我讲的这个都不是胡说的，都是全部都是有真实的研究，这样子不是科学研究、哦、解剖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实际上那个做各式各样的研究。嗯嗯，因为大家如果常看我们的节目就知道说我们讲的东西，坦白说。其实台湾很多医师都会看我的直播节目，是真的，因为这是可以乱讲的。之前就有医师跟我说，看我的节目来补充一些常识，因为我们平常花很多时间都在研究。对，然后像你看我，你看我，像我今天晚上直播，晚上10点半到12点还有读书会。哦。我一个礼拜有6个读书会。哇。然后我们都读书会干嘛？就是我带了一群医师，然后再看新的论文，嗯，或是国外一些新的资料，嗯，因为。你就一直去看这些东西，你才有办法去矫正一些以前旧的你以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嗯，就像很多人大家都以为下垂是因为韧带松了，如果你的医师告诉你下垂是因为韧带松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严重错误的观念。这个在国外的研究已经非常非常证实，韧带基本上它是不会松的，不管你几岁它都不会松，甚至它也不会变长。嗯、最主要的原因你会垂是因为 gliding 或是 sliding、嗯、什么意思，就是下滑下滑，对，就是我们的脸上呢这些，你如果从侧面看、哦嗯、我们这些韧带好像这个猫咪纹它就是韧带，这里眼眶这里有韧带、嗯、这些韧带它是不会动的，可是它上面的这一块筋膜跟皮它是会底下会有一个空间在那边滑来滑去滑来滑去、嗯，所以你的脸上会有表情，就是因为这个空间滑来滑去，然后这滑来滑去的过程滑久了，它就哦就垂下来了，嗯，就这样垂下来了。所以、哦、这个法令纹另外的成因是因为这一块内下的这一块苹果肌它往下滑、嗯、去压出来的。嗯 ，OK， 好，再来第三个是因为肌肉拉扯，我们的这个法令纹这里总共有5条肌肉，内侧这个地方叫提上唇鼻翼肌。这里有一个叫提上唇肌，有一个小颧骨肌，造成的是上面上面一半的法令纹的肌肉、嗯，然后这里还有一条提上唇这条肌跟大颧骨肌是造成嘴角这个地方下垂的这个肌肉，这个地方的法令纹的肌肉。所以我讲那么多的意思是什么、嗯？今天我们在处理法令纹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你必须知道你的法令纹是什么成因，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图一样，你要知道你是凹陷型的、肌肉型还是下垂型的。对，有三种，是的，三种型。那有些人他可能是两个原因综合，其实要判断很简单。如果你是下垂的，这个地方往上拉，发现哎它改善了，你是下垂的、嗯。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管怎么拉，你这里摸起来它还是很凹的，嗯、那你就是凹陷型。那如果你是平常这有一条细纹，不是整片凹，有一条细纹，像咪咪也有一点这一条细纹，因为笑的时候有一条细纹，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肌肉。那我们可以根据细纹是哪个位置来判断出它是哪条肌肉造成的、嗯，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是什么原因以后，你才可以正确处理。因为我坦白说，现在大部分的人去处理法令纹，几乎都是干嘛？填玻尿酸，嗯，拼命打玻尿酸，那可能我要顺便回答刚刚的问题，那可能我造成什么问题？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凹陷型的，你打玻尿酸 OK fine， 那你可以填充。可是如果你是有肌肉型的在里面、哦、这个肌肉每天这样拉扯，你的玻尿酸是肌，你是法令纹是肌肉型，你打玻尿酸刚开始打有效，很快的你的肌肉会去拉扯它，让你的玻尿酸要么流失，要么就是从这里往上跑。嗯，本来你要填凹的地方，结果它往上跑了，就会造成怎么样？更深吗？更深啊，因为这个地方更凸，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上次在讲那个泪沟有没有？如果没有填对位置，就这里更膨，然后里面就更凹。对哦，我懂你意思。是啊，所以如果你是肌肉型的，你是跑上来以后，反而你本来要填这，就要跑到这里来，就更膨了。对，这更膨就更凹，是没有错。我很常遇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用玻尿酸做，可是其实有些人是不适合的。嗯啊，他一直打玻尿酸，他说：“哎，怎么会那么快没有？”那是你根本就不是不适合玻尿酸，因为你有肌肉型的成分在里面。嗯，
好，那于是就有人会问我，那怎么办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有什么？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法令纹 ？OK， fine， 我们来看哦。好，像这，我们在市面上大概我们常用的治疗法令纹的，不外乎就是这五大类。五种。第一种就是玻尿酸，刚刚提了。对。哦，那玻尿酸适合用在填充，但是如果你有肌肉型的成分，千万不要用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它的粘滞系数比较低，它比较容易跑。另外一个是微晶子，微晶子相较于玻尿酸而言，因为它粘滞性比较高，所以打在假设你今天要打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效果。那还有一种是这个聚左旋乳酸，就是童颜针。童颜针它打哦，如果你是有一些细纹的，哦，肌肉型的，哦，那或者是你想要比较持久效果，你可以用童颜针试打。OK， 还有一种非常特别，我一定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这个第四种。第四种它是什么？有些人说我不想要打玻尿酸，尽量只维持时间就一年，不够久。我觉得想想更久一点，有没有更久一点方法？有，最后这两个就是可以长期改善你的法令纹，可以维持比较久。是，你如果要长期维持法令纹，我也告诉你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去打那种维持很多年的那种填充物，这个我实在是处理有够多的，因为很可怕，是吗？很可怕。为什么？它那维持很多年填充物其实是现在都没有证了，它是不合法的。再来是。它呢，时间久了，它会乱跑，就像早期它会在里面乱跑啊。对，因为它一直在，然后会随着你的表情动动动，它可能会跑来跑去，很可怕。然后就可能你把它填之后，它就跑到这，然后就脸更垂。所以那有什么方法呢？大家想到，如果要更持久，第一个你可以用脂肪。脂肪。我现在说的这几个都是针对凹陷型的哦，因为凹陷型是有填充嘛，所以有这五大类嘛。对，脂肪填法令纹，只要它存活了。它的维持时间很久，但问题来了，如果今天你去填脂，你的医师没有告诉你脂肪填法令纹，其实它维持时间是它的存活率是很差的，那它可能没有跟你讲的够仔细，因为其实包含有很多的书，还有像我们的临床经验都发现，脸上有些部位填脂肪，它的存活率是特别差。第一个当然嘴唇一直动没有存活率很差，第二个就是。法令纹，第三个是猫咪纹，第四个是印堂的地方，这四个地方填脂肪，它的存活率都特别差。所以以前其实我很不喜欢用脂肪填法令纹，因为我觉得填了以后，它存活率很差，客人花钱有点像白花，还是会就是流失掉这样。对，不过后来我找到方法。怎么办？我干嘛发出这个声音？怎么好方法？我刚刚怎么发出这个声音？来，我们欢迎一下 Greens， 还有青宝、征服你好，还有 LRB5， 还有 Candy Wu，Hello， 香兰你好，欢迎线上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都可以。香兰该不会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位护士姐姐？哦，是吗？啊，糟糕，讲错了，好，没事，好。好，回归正传。好，那个我们后来发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如果要填脂去填充的话，又让它持久，或是增加它存活率，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利用一种可吸收的这个材质，一种球状的材质，我们去支撑住这个底下一个空间。在我们法令纹里面，法令纹在骨膜上它是有一个空间的，一个三角形的空间，这个叫做梨状窝，在解剖上叫梨状窝。我们把这个钢，这个我们都叫钢架，但是很多人说钢架是不是用钢做，不是啦，它是一种可吸收的材质，我们把它从鼻孔里面用一个小小的针孔，不用缝，小小针孔，我们把这个球状的这个可吸收的材质，我们就像一个钢筋水泥一样钢架把它支撑起来，把这个空间撑起来之后，那就比较不会有压迫，然后肌肉在滑动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去影响它，然后我们发现可以大大增加脂肪的存活率。哦，所以把它固定住。对，所以有些人跑，然后才会流失。对，没有错，不会乱跑，不会流失，是对的。啊，不然以前呢、啊，很多人说，哎，我不要打玻尿酸，说你打脂肪，我觉得打脂肪存活率真的太差了。对。所以你不如就是以前我都会说啊，你就不要打脂肪，因为你要打很多次，浪费钱，浪费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结合钢架跟脂肪，它的存活效果不错。啊，这个钢架吼，它是可吸收的。那它除了用在法令纹，我们还用来用印堂，像那个有些男生可以，有些男生有这里有哦，好几条，哦，川字纹，哦，或是三大王，
就是那个三字抬头纹吗？对对，就最主要是这一块，他这个哦，你会发现这也是很多医师非常头痛的地方，因为打这个电动玻尿酸打非常危险，这里有血管是可能跑眼睛的，哦、对对对，非常危险，然后一定要非常注意，是 是，因为最近新闻也很多，对，好可怕，很可怕。然后这个地方脂肪处理很差，所以以前很头痛，但现在我们一样可以用钢架加脂肪用这个地方，它的效果就会好非常的多。那同样的这个钢架，我们还可以用在鼻头，让鼻头撑起来，鼻头，因为它都是可以吸收的材质，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发生什么问题。嗯，对。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钢架，是，对，它不是钢做的，它是可吸收的材质做的。嗯，那除了这个法令纹，除了用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哦，那这个是一劳永逸的，就是直接动刀。你如果这里很凹的人，来借我一下，就是这个东西，菱形的感觉，对，菱形，转放哦，填在放在这边，我贴准嘛，哦，有吧？哦 ，OK。要不要给你看？不行，我怕我被自己帅到。OK， 那你来示范在这边。我觉得迷你越来越尴尬，我胡说八道，就像我在当作没听到。就像这样。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哦，这你不要看这薄薄的一片，薄薄的一片让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分子。它是软的耶。对，它是软的，所以放进去是没有感觉。这个材质哦，它其实哦，它这是一种形状，但是其实它有另外一种，实际上是半月形的。一般我们看客人的状况，这是什么呢？这种材质它会跟我们的组织结合，所以它放在里面，你不需要去锁钢钉，你也不需要去固定，你把它放在里面，它就会固定了。嗯，哦，那放的位置是放在骨膜上，所以很多人问一件事，哎，我放这块在这里会不会很不自然，会影响你的表情？不会。哦，对啊，会不会就怪怪的？不会。我刚讲一个重点哦，因为我们的法令纹这里面有一个空间叫做梨状窝，这个梨状窝哈，它我们说脸上说我们这些肌肉它都是在这个空间的表面滑动，所以我把这一块放在它梨状窝里面的时候，你的肌肉在上面滑动是不影响到你肌肉，所以不会影响你的表情，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僵硬，而且因为它会跟组织结合，它会贴合在骨膜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跑到上面，也不会。它就还在这边。可是有一个重点，嗯，你先看这个形状哈，嗯，其实我刚刚说的，坦白说，每个人法令纹哈，它的深浅不一样，甚至我常常遇到客人两边法令纹是不一样的。哦，会吗？我应该是平均的吧？你其实左边深一点，这里。对，我因为我做太多，哦，我现在看都超级准的。是因为这边用比较用力吗？不一定，有时候是因为你的骨架，哦，你左边的颧骨比较高，哦，所以你左边比较深。我刚刚说，所以两边会不一样，欸，对，我以为是对称的。有些人会对称啊，有些人大部分人其实都有点不对称。嗯，但是像我们这次有 3D 扫描，嗯，所以我们在做之前，我们用 3D 扫描，我们去评估它需要大概多少体积，嗯，然后在实际上去量，然后看它的形状。所以每个人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重新雕刻，不管是它的厚度，是它的形状，然后再把它放进去。有专属的自己的，是，我们都会去量好去做这个，嗯，因为。如果你用厂商固定的这个形状，有些人做完以后他说，哎，怎么好像还是没有填起来，嗯，或是有些人说我两边不一样，做完它也是不一样，嗯，所以客制定这个还蛮重要，就帮根据 3D 的结果扫描结果去做这个，哦，就非常的就是就是应该说符合尺寸的。是，哎，时间才几分钟。好，欢迎我们周哲贤，还有发牢骚，还有 YY 是吗？还是丫丫 ？YY 你好。Hello，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就是 FB 上面有没有人问一下问的问题，好了。哎，等一下，我发现我刚刚今天都是讲凹陷的，哦，我都还没有讲到拉提耶，哦，那时间来不及，没关系，我们现在回答问题，下次再讲拉提的部分。好，因为我们还有十几分钟这样子，那我看一下哦，有没有人提问？好，有人问说，张医师，我用玻尿酸补法令纹，需要定期补打吗？有没有什么方式比较省钱又有效呢？好，其实我刚刚也回答，就是因为玻尿酸它是这样，玻尿酸其实一般，不管你用，我们就讲你用长效大分子的玻尿酸，一般维持时间大概是一年，嗯，或是多一点，嗯。可是这些玻尿酸你在苹果肌或许可以维持这么久，可是在法令纹一般都很难维持这么久，因为我们每天吃东西，我们要喝热的，每天动都在这边，对，所以它很快流失，运动的，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持久一点，
你要打你对你的法令纹，你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我要做童颜针，它因为它增生以后维持期限比较久啊，如果你要更久一点，你可以用脂肪，可是如果纯粹用脂肪的法令纹存活率很差，嗯，比较脂肪加上钢架，嗯，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干脆一劳永逸，我们就从鼻孔里面，好像我在做这，我刚刚放的这个假体，对，一般有几种开法哈，最常用的一种是从嘴巴里面，嗯，一种是从鼻孔里面，鼻孔里面。对，我比较不喜欢从嘴巴，为什么？因为从嘴巴容易讲到吃东西。对。还有就是伤口是不是，是伤口那一面，要是你伤口有一点问题的话，细菌跑进去就很麻烦，就感染了。是，但是从鼻孔里面啊，鼻孔基本上其实就干净很多，因为至少你不会嘴巴一直在那边动，一直有东西进进出出，你鼻孔每天只要吐个药膏，嗯，啊，就比较不会接触到一些细菌啊。是，而且也它也比较不会有，它也完全看不到伤口。嗯，对。对。OK， 没错，好的，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来开放 call in 好不好？看看有没有人来提出一些问题。好，我们来 call in 现场 call in 哦，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 call in 进来，去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都可以 call in， 也可以留一些留言，然后我们医师有空的话都会拨空回答大家问题，好不好？有人有问题吗？没有，下班了。医生要赶着下班。没有啊。对。没关系，我们现场等一下，看有没有人打进来。来，我们 call in 的人是心仪。来，你好，心仪你好。心仪你好。有什么问题要询问我们张医师呢？啊、哦，我终于靠近你了，张医师你好，张医师。有。看你的床，那哦，你要问我什么？因为我有时候就是都会看你的影片的直播，可是有时候都会很那个啊，有些地方都没有听得很清楚，不知道哪里就是可以看到比较顺一点的影片啊。哦，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或者是海外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 YouTube 哦，在我们 YouTube 搜寻立新诊所台湾张光正医生，是医生不是医师哦，张光正医生，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完整的直播影片了，都会放在那边。那如果你是大陆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微博叫做台湾整形医生张光正。台湾整形医生张光正就可以看完整的视频哦，是这个是在微博。然后那如果有什么还哦，对，你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他的问题啊，这就是他的问题。还有呢？还有他有一个。可以下班了。嗯，你还有什么问题？哦，你说。他说他的法令纹很长，然后长到嘴边那边了。嗯，对，然后适合用什么方式去改善？哦，如果你是法令纹很长的嘛，是吧？那个一般而言，大家仔细看，我们一般法令纹最长的大概，最常见的是这一区，哦，是这一区，就是靠近鼻翼的这一区。可是有些人他法令纹他会比较长，如果是长到大家看清楚，如果是长到你嘴角以上的这一区，通常这个地方。是因为这边有两条肌肉去造成的。好，那有些人呢，这个地方他可能是需要放松一点肌肉，或者是在这个纹路上面去让你的这个皮肤弹性要比较长。那还有少部分他甚至是会往下到这个地方，那可能跟这个颈阔肌的这个收缩有关系。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嘛，我们这里有卫生纸啊，卫生纸，这边有。好，OK， 对不起。这个我们的皮肤就像这张纸一样，我的手就像脸上的肌肉，哦、一扯，哇，脸上的这个皮肤的纹路就出来了。今天如果我要改善这个纹路的形成，有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这个皮肤比较有弹性，哦、比较厚实，比较有弹性。这个时候你的脸上表情上怎么弄，就像小朋友他的表情很多，他也不太会有这些纹路的产生。嗯、哦，所以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局部的皮肤让它这个胶原蛋白再生。那这种状况呢，像特别是比较长的这一种，坦白说，你用手术放假体是没有用的，哦、因为我们假体只有放在这。你看我们刚刚没有那么长的嘛，对啊，不可能放那么长的嘛。所以它连到那么长的时候就不能就不能放那个、哦，
所以要弄清楚哦，这件事很重要哦，嗯、因为连很多医师都搞不清楚，那这个要怎么办？这个打童颜针是最有用的。哦，打童颜针打在这边，打在这个细纹，细纹这边上面，对。哦，原来是这样。好的，那我们心仪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吗？他那边网络不是很好，好像没有很好。哦、好，谢谢我们心仪，还有问题吗？好，谢谢你哦。那我们今天 call 因为时间有限，就先到这边。好，拜拜。好，谢谢你，心仪。来，我们呢要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要结束了。那我们来打破我们的医美谬思。我可能今天要下班了。我们要下班了。来，打破它。okay.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光正医师，请务必锁定每周二周五晚上的《打破医美谬思》，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想和我拉近距离吗？赶快 call in 进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东医师，请务必锁定每周二晚上的《打破医美谬思》，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想和我拉近距离吗？赶快 call in 进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彦章医师，请务必锁定每周二。打破医美谬思，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想和我拉近距离吗？赶快call in进来。